今日咏春拳传遍世界，学习的人数以百万计。但是咏春原本是秘密拳法，现今外传则鲜为人知。传说二百年前，清兵火烧少林寺，少林五老之一的五梅师太逃出生天，在逃亡的路上碰到一个奇异的景象。五梅师太得到启发，一种很难的新拳法就此诞生。后来他将拳法传给一个少女，少女的名字叫做严咏春。这套拳法短桥扎马，以快打慢，借力打力，对敌时讲求自然反应，灵巧实用。咏春学成下山，五梅为训，拳法本应作反清之用，不得轻易外传。数十年后，拳法的秘密流传到广东佛山的伶人身上。当时的粤剧《红船》是反清基地，伶人练武就地取材，将船上的木桩化成木人，以船杆练就棍法。但是知道咏春拳秘密的人仍然少之又少。直至有一日，伶人将功夫传给一个小子，这个小子日后成为清末武学大师，人称咏春拳王的佛山赞先生梁赞。赞先生一生行侠仗义，他将拳法整理，又传授拳法给红船以外的子弟。咏春拳由秘密渐渐为人所识。到了徒孙叶问，是一代宗师，门徒众多，他将咏春功夫发扬光大，以至传遍世界。武术，武术其实不需要好睇得，但系最紧要打得。在法国长大的演员施祖蓝 Vince 是跆拳道黑带，而家在极真空手道锻炼。同很多喜欢武术的人一样，学武都是因为李小龙。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已经接触到李小龙，去睇到他，哇！一个中国人可以。啲功夫咁犀利，可以咁快。虽然 Vince 视李小龙为偶像，不过讲到中国功夫嘅实战威力，佢始终半信半疑。即可能一般其实耍套路嗰啲咧，少练搏击。咁净系耍套路，你冇练搏击，其实你好难讲去好打。有人话中国功夫睇得唔打得，李小龙都系学咏春出身嘅，咁我都想感受一下。咏春有几大威力？为了想知道咏春拳的真正威力 ，Vince 根据香港国术总会的指引，去澳门找一位作风低调的高手。五十年代，很多武学大师移居香港，传授国术。令到一个小小的城市保存了传统国术的精髓。叶问在香港开宗立派，数十年来门下弟子高手辈出，其中一位现在在澳门设馆授徒。这么旧的堂楼可能匿埋一些很厉害的师傅，希望我们找到真正的咏春。喂，来了啊，雷师傅在上面。练紧嘢啊？是啊，再上去啦。
哇！仲有几多层楼啊？呢度？呢度五两楼到啦，最一层。O K。师傅，阿 Vincent， 哦，阿 Vincent， 啊，依家刘师傅，刘师傅你好，佢上嚟跟你学嘢，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雷明辉师傅系叶问嘅徒孙，30年前佢以咏春拳打擂台，狠招一出，所向披靡，无论擂台上下，从未被人击倒。推下擂台后，他离开香港，疾居澳门，现在念佛如数，昔日拳手的戾气全消，他深信在搏击上现在能够更加冷静。啊，你是玩空手道啊？是啊，雷师傅。哦，好啊，那我看看你识的东西是怎样，看你做成怎样，我再看看什么合你的，就尽量教你。 OK。好一动，多谢教雷师傅。好嘢。佢练嘅都系比较刚猛嘅功夫，佢哋由刚入手咯。咁咏春就系由柔去入手。咁如果佢练开刚嘅，再转去柔咧，佢会有一定困难。要从头开始，要放松，慢慢去做。雷师傅俾 Wins 嘅第一堂课，就系俾佢知道咏春拳里边直冲拳嘅威力。好坚。摸呢块嘢，第一拳 KO 咗啦。唔掂啊！放松注意力喺手踭，可以嗰下快，可以嗰下快，放到最松，去尽快去，临到收紧，第一时间放翻松。直冲拳聪明嘅地方系拳由正面直线打出，用最短嘅路线到达对手嘅身体。就尽快飙出去，成支棍一动动出去，注意力喺手踭。啊，两锤试下，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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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嗱呢几下系啦，几好啦。因为你松唔切，松唔切啊！即系你打完你仲压实咗。哦，嗯。留意我啦，佢打到嘅手已经放松咗。个包点解会跳起？就系因为个力打入去之后已经放松啦，完全冇压到个包，所以个包受力就会有翻弹力回翻转头。练多段时间，你手松得够快，佢先至可以个包跳。啱嘅，系啊，有两次嚟几好。哇！真系损晒，成块皮冇咗。好难练啊！直冲锤要练到好似雷师傅咁，可以将个包打到跳下跳下咧，真系即系起码都三几年功夫先至练到嗰种效果啊！而家都仲系摸索阶段。打。自从两年前一套以叶问为题嘅电影上画后，就再次掀起咏春热潮。即系你去到第一条栏都得。一二三。
做演员的 Wins 今日嚟到片场探班，揾佢嘅朋友冼国林师傅。Wins 自细就好迷港产功夫片，功夫巨星个个都系佢偶像。你有一句我由细记到依家，一个执翻一个，嗰下我好想做翻出嚟，即系呢下啊嘛，一翻身跟住再转身做一个执佢，哇好！我到依家仲记得啊，好。冼国林系电影投资者，自己又系咏春师傅，为咗强调真功夫。无论台前幕后都要先学咏春。咏春拳好多人都有好怀疑紧佢嗰个实用性，或者因为佢系女人创，究竟打唔打得咧？其实不如咁讲，唔好讲话啲女仔学完之后打唔打得。譬如我咁细粒，得五尺七，140磅，点解可以打赢一个200磅嘅人呢？就系因为佢以柔制刚，卸力打力，咁就唔系话硬碰。哇！好快，大力少少都少。好快，好快。佢頂得噶嘛？佢好勁嘅。为了想了解偶像李小龙学过的咏春拳有几犀利，话武术最紧要打得的 Wins 来到澳门进行为期3个礼拜的咏春特训，转眼又过了几日。不错。你咪拉低少少就教佢，继续唔好停。因为 Wins 咧，佢本身学过第二啲，佢本身嘅质素就未咁快睇得清楚，已经系好咗啲啦。但系当然冇可能咁快可以掌握到咁多。即系最好就20人过嚟，系嘣嘣嘣嘣嘣。咁啊，搞掂曬！我依拍戲嘅啫喎，實際唔係得喎，廿零個師傅教落，要快啲行嘅咯喎。拍戲還拍戲，玩拳還玩拳，係兩回事。我覺得係咁樣。我要有你咁勁，師傅。好易嘅啫，肯練就。如果李小龍未死，你好大唔好打？我都未學嗰陣。咏春拳有所謂搶中線嘅打法，爭到中線就可以保護到自己嘅要害位置，同時又可以攻擊對方。譬如你有手嚟，你有手嚟，我喺呢度搶開條中線，我喺中間搶開，你有手去咗側邊啦，或者我喺出邊，我搶翻入中間，亦都可以搶開你條線。哇！兩邊入都得，單手搶入中線，直接破開對方嘅攻擊，視為打手即消手。開馬嘅時候先曲腳，好多功夫都係練四平大馬。但是咏春拳用的是二字钳羊马，随时起得脚、侧脚、直脚，都是钳马。钳羊马的三角形结构令它可以在稳固和双脚灵活之间取得平衡。面对对方正面冲埋嚟，二字钳羊马可以第一时间反应，将对方连消带打。因为四平马，如果是四平马咁就执晒啦。咁你用嘅手指系单边啦。点解叫单边呢？因为呢边厚咗。如果我要用后手嘅时候，基本上最多系要嚟挡下。如果要用后手打，要成个人转嘅时间已经系好太慢嘅啦。如果我哋嘅马系呢边，我起完脚啦，通常就会入啦。咁因为我哋两只手系平衡入，咁双手会同时运用到。對方如果是單邊的，側咗身得一隻手，我哋雙手對一隻手，一定是著數啦。就算是對方都是兩隻手啦，咁起碼是大家均勢啦。咏春拳又講求消打合一，呢招攤打，雙手齊出，將防守同攻擊同時進行。
偷咗他雷師傅，多謝你讓我，多謝你讓我。都話俾你聽，呢種係摸唔係打到。其實練到後尾咧，好中意好貼先至燒嘅。好貼先燒咁會唔會好貼啊？唔會嘅，你試下啦。係嘛？哇！塞個位仲硬啲嘅，其實你係冇得救嘅呢種。所以出邊唔識睇就覺得哇！你中咗一人一錘喎。其實呢係摸到係俾你摸，唔緊要嘅，即係要。你越近，你越貼到我燒，你越個位要失得，係你越難救呢下。嗱，呢間好嘢嚟，呢塊咁就係扒，似唔似啊？食耐都似啦。午餐肉嘅咩？係咯。阿雷先生話：咁食齋前同食齋後打拳有乜唔同咧？食齋前就凶狠啲，食齋後就冷靜啲，啲技術好啲。有關係嘅咩？有噶，我哋呢種拳用腦多噶嘛。我都學下你，食齋先。你食齋有力嘛？打功夫冇關係噶，啲靈喺肉嗰度嚟嘛，喺碳水化合物嗰度嚟嘛。邊款齋有碳水化合物？飯咪有咯，飯啦，唔該。都七百八嘅咯，師傅。係啊，我買啲雞髀得唔得？啊，呢度有雞髀叫喎。嚇，唔使啦，有素雞髀。出邊有？啊，係咩？我哋行出先啦。我學一陣。唔使咁緊張，我呢啲咁大仔自己搞掂。哦。呢手是咏春拳独特的二人对练方法，亦都是搏击招式和技法。大家搏击的时候，一手部一接触之后，你怎样去运用，这个就是呲手。咏春武者熟练呲手，搏击时一切就是自然反应。因为你掂住你已经有感觉，你好容易知道佢想做乜，你亦都控制到佢只手。黐手嘅作用就系咁啦，摸住个感觉，睇下大家个感觉边个好啦。如果唔系啦，呢度我已经入得啦。你黐手嘅人，喂，打嘅时候你越平静啦。即是说你个人越冷静越看得清楚。有所谓静能观动嘛。我个人静的时候你喐我就好清晰看得好清晰。哇好快。招架不住。佛山是传统南派功夫重镇。作为南派功夫的一员，咏春拳都是源自佛山。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都慕名来到佛山这里学武。叶问堂是叶问的纪念馆，这里大部分的展品都是由叶问的仔叶正师傅捐出来，里面展示了叶问生平的相片，他用过的木人桩，还有赞先生的医书手稿，同埋葉問眾多出色弟子嘅介紹。咁正宗啊！以前啲人係咪全部都真係好好打嘅？即係咁啊，未必嘅。一來你就講功夫，連上一年幾日講打嘅，我哋都把口嘅啫嘛，唔識打交嘅，唔識交。我呢個李小龍去美國之前嘅係嘛？應該講翻，應該翻嚟啦，應該翻呢次啦。哇！同阿文公影相帶好超嘅，可能佢好打啲，佢又帶好超。
我哋而家出去美國啊、歐洲啊教榮春咧，攤手咁，除非嗰個外國人唔係學榮春，學榮春佢知道我哋想學醫，叫佢做乜嘢？攤手、綁手、枕手啊，誒誒，立手冚唪唥啲聽得清清楚楚嘅。呢樣嘢就李小龍第一個喺外國推行。唔翻譯，佢推中文仲啱佢。佢唔係佢唔翻譯，都用中文。你要學中國功夫，你要識中國功夫呢啲嘢。咏春棍法叫做六点半棍，出名易学难精。师傅一般都要等徒弟学晒拳法之后先至教。系啦，我呢棍喺你啲棍嘅上面嘅，就做一下弹棍。因为我弹弹嘅时间咧，跟住就冚呢下冚。当一冚咗嘅时间咧，就躺马枪你时间咧，即系你支棍已经走咗落去。所谓六点半棍，点解最后嗰下叫？半棍咧，我哋有下起手式嘅時間咧。當我哋支棍一落去嘅時間咧，支棍唔係就咁落嘅，嗒一聲時間，前面支棍起一個弧形，好似一個文號咁嘅。咏春拳用鉛釀馬，但係六點半棍就用四平馬，所以有人話棍法並非咏春本身嘅功夫。传说当年少林五老之一的智善禅师落难到红船之上，他见到撑船的人臂力惊人，是可造之才，就将棍法传授给他。棍法日后就融入了红船上咏春功夫里面。你这个徒弟真的学得 很快脆，很肯练。冇似嘅，佛山精武会已经有75年历史，系而家保存最好同规模最大嘅精武会会址。嗱，呢个建筑咧，佢系保持住当时落成嗰个原貌嚟嘅。呢个系精武会创始人霍元甲大侠嘅塑像。咏春的梁师傅现在是佛山精武会的会长。我趟门都是旧的。今天来到精武体育会，即是估不到有真的有一个真的精武门。因为我们练功夫都很喜欢追溯，尤其是即我们的李小龙迷都很喜欢想追溯啊，霍元甲啊，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、地方呢？原来是有的。在这里练功你特别有心机，因为环境都帮助你很多。Candice 是梁师傅的徒弟，未来佛山之前已经在加拿大学咏春。一年前他放弃了工作来到佛山学功夫。护手绑手绑手 yes。 Fo Shan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Wing Chun. So when deciding where to come to learn Wing Chun, I thought what better place than Fo Shan, the birthplace.Candice 在佛山学功夫的日子一啲都唔轻松，夜晚佢教英文揾生活费，每朝早喺屋企打完木人桩就翻武馆练武。我觉得外国人佢千里迢迢咁过嚟佛山拜师学艺，本身佢系崇拜我哋呢种传统文化，佢哋会好专心啊，亦都好珍惜时间，亦都好刻苦。决心，我决心做一个咏春师傅。What will I do when I become a sifu? I hope to encourage many other women to also do more martial arts, Wing Chun in particular. But I don't think it's for me to decide what will happen. I have my plans, but.I don't know where Wing Chun will take me. Win 在澳门的训练已经过了一半，在训练完结时，雷师傅安排了一个搏击考验，测试他学了几多咏春功夫。我师傅是早五晚捉住我练，
一日大概七八個鐘咯。上週就係譬如練拳啦、練套路啦，或者練打裝啊、練啲基本功咯。咁下晝就黐手多。咦？冇反應喎、啊！去咗邊度嚟啊？呢幾日？夜晚就練體力、練體能、跳凳啦、啊、短距離啲急走啊。少少得啦，淨係前橛蹬一蹬你就完啦。哇！但係好金喎，彈都起人喎你。係咯。係喎。難啲咧。真係好難喎，師傅你果然係勁啊！練完曬體能，個人已經軟曬一陣，先至練搏擊。是地獄式的，大得的 OK 的，还有师傅都很认真，即是他很用心地 去训练我，即是 我要更加费心机，因为不想浪费了一番心意，这个是认真的，因为自己都很得的。整体讲他其实学都快上手，当然不可以说非常勤力那种，但都算是勤力的。咏春其实不是站在那里等人埋来的，就是可以很主动地埋去攻击的。标码就是你的人怎样标入去对方的位置去打。阿师傅见你脚就是插在他两脚中间，这个叫做入马，入马就是入对方的马中间，咁、那個威脅力就會大，同埋佢個馬冇咁容易亂咁走啦。因為標馬係向對方中線標入去，咁亦都係破壞咗個馬。阿師傅，你教到我嘅嗱，你見唔見到啊？係咯，幾好啊！你入到個馬之後，會好難兩邊走。都係有少少阻礙，就係要面。係啊，你係應該咁燒噶嘛？話俾你聽，咁燒應該係嘛？啊、哦，好嘢，师傅，咁样攞住，比例嘅嘢，师傅，好。譬如我哋教佢打，咁佢输咗，输得好犀利，咁佢，佢夹硬都想抽下水，但系嗰下冇用，嗰根本打唔到。但系佢觉得咁可能攞翻啲面，其实冇用。咁学拳有时，其实唔止学拳，学乜嘢都系。咁如果你放唔低，你好难会更快进步。啊！哦，几好。你输嗰下，你唔肯去输，你点赢啊？咩啊？食下野粥啊！你师傅带你嚟。师傅我唔食粥唔得噶。我话练完通常点解食粥就系、是、个个出晒汗啦，我唔想食第二样嘢。梗係想要啲多水分嘅嘢，個個唔開胃噶嘛，練到夠個個都係咁噶啦。你仲咁好胃口，即係練得唔夠。你聽日要應啲啊，師兄。嚇！我練得唔夠又未必係真嘅，我好胃口係真嘅。我想睇下你有咩，原來即係食完係好打啲嘅咧，即係。打唔打得睇咩對手啊嘛。功力好咗就一定噶啦。咁我哋增加啲功力先一齊啊！我哋慢慢坐一陣啦嚇。好啊。正本啦，你師傅冇呃你嘅。阿姐啊，整一碗白粥啊，唔該。你話咁咪聽話咯。啲人個話食夜粥就即係話，你食個夜粥喎，即係話要練個拳咁喎，即係有啲係咁樣啊。以前啲人中意含蓄啲嘛，唔中意話練個打交啊咁啊嘛。你係直接啲喎，師其實你有冇啲勁招未過俾我咧？练到又话辛苦，唔辛苦唔辛苦，有冇啲绝世秘技啦？打赢等嗰只咧，赢等嗰只系啊。
说，咏春拳特别适合在广东民居的横街杂巷中使用。咏春就一种很好自然的、很符合人体力学的一种运动。相比其他功夫，咏春短桥扎马在狭窄的环境之下特别灵活。如果是反清复明用的，都不会是跟你慢慢玩的了，所以都是要很实用很快，就可以激